嘉义市日前一名24岁的吴姓妇人，骑机车载8岁的男童以及3岁的女童经过民族路的时阵，因为前方有一台停靠伫路边的小客车突然间窜出车头，让这名吴姓的妇人双脚被司机弄掉，也造成伊当场倒地，正手以及正脚有侪处的擦伤。其8岁的男童以及3岁的女童也分别受伤。嘉义市消防局第一分队接获通报了后，马上赶往现场，并协助现场的伤者。该车上叫第一分队救护车到场之后，总共发现三名伤者，其中一名是大约24岁有姓的妇人，而另外两名分别是8岁男童以及3岁女童。救护人员随即对三名伤者进行评估，好佳在拢只有受到擦伤，并无严重伤害。救护人员对三名伤者进行伤口处置之后，随即送往病院治疗。而根据了解，这名有姓的妇人骑奥多麦载8岁男童以及3岁女童经过民族路时，因为前方一台停靠路边车辆汹汹窜出，让这名有姓的妇人双脚被妇人弄掉，也造成伊当场倒地。该市政府上级何民众，驾驶车辆也就是骑奥多麦时，随时注意前方车辆动态，并减速慢行，以确保行车安全。新闻台闽台记者采访报道。